来一将说，大师兄不养大我们，没有苦劳没有功劳啊。何况他还留有一笔财产给我们两个兄妹。对啊，有钱拿就好，我才不管了。就白出兵了，不是好的时候人来。不是已经叫你找人来了吗？看他喂，不知道来干嘛了。我可以为你上刀山下火海的，你说吧。啊，先付这一趟别走，我要你现在马上来这个地方帮我哭。啊？哭？嗯。为什么要哭？啊，哎，想到给拿我 pocket， 东妈你一向爱我，嫁给我，对吗？哎，幸亏马票给我碰到了，今天这个住这么大的豪华房子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为什么你们偏偏要选住在那个草人鬼的旁边？每天都碰到他，一碰到他。吵架！哎呀，你们啊，真够好笑、啊，整天老早吵吵吵个不停。哎，知道他们生前是仇家、啊，哎，其实啊，蛮不错的啊，咱们也蛮久的。哈？这也是很有钱嘞。爸妈请个茶。哎呀，叫爸妈。哦，对了。我今天请了一些人，为了让这边气氛更嗨，我请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吧？说。风水师。请风水师来干嘛？难道是加强老师？哈哈哈哈哈！加强老师在被你们那个班请啊！哈哈，笨蛋。其实啊，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 FR 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请了 FR 来。为什么我
凶，有三十五辣不贵，又三十五六七八，我赚五倍。喂，在播什么？看演唱会啊？你搞什么啊你？乖乖乖。啊？说。还改什么？好屁啊！这么明显你就做错了，那你是什么心情？心痛不要忘记心痛，心痛。应该没有跑错了，对不起啊爸，我对不起你没有见到你最后一面，你养育我那么久，这么晚你，你又是谁？我是他儿子啊。啊？哦，对，老板啊，哎呀，你放心，你没有眼泪对不对？我是你请来的，我来帮你搞气氛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下。